接到中秋了，农叔在这里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阖家团圆。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，我们的广告虽然有点多，但是都是一些非常正能量的一些广告，也打扰大家一个来月的时间。我们过完中秋呢，会陆续的去更新我们的教学视频。农叔还是义无反顾的把所有的配方、所有的教学关键点告诉大家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没有大家，农叔不可能走到今天。还有很多小伙伴想吃我们家月饼的，农叔就把100份的麻油月饼放到动态那个链接，大家可以去进行抽奖玩乐。我们的发货时间呢是明天，全部给大家安排顺丰。中奖的话要赶紧留意，然后把地址给到农叔手上，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在中秋吃到好吃的月饼。如果大家还没有买到月饼的呢，我们店铺大概还有个200-300盒的月饼。喜欢吃我们家月饼的话，或者你真的还没有买到心意的，你们可以去我的橱窗看一下。谢谢大家，中秋节后和大家再见面。